我觉得一个挖矿的人，如果他不敢走进黑暗，他是没办法发现闪亮的钻石跟耀眼的黄金。这个家家户户都装铁窗，这匪夷所思啊！那铁窗里面关的应该是小偷，怎么会是普通的老百姓呢？保全，勤的代表勤劳勤奋。 24小时全无休，信誓值得人民的信赖。各位，当客户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上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对我们的信任。但这个信任只是一时的，如果我们不能累积，不能持续，一切终将归零。我一直以为总经理找新的秘书是因为我做的够好。你跟我工作那么久，还问这个蠢问题啊？那本书我背得滚瓜烂熟。滚瓜烂熟，这本书怎么还像新的一样？ 说保存的真好呀，整天在那边跑啊，你的水都没得喝，就像有些人哦，就在办公室里面抽冷气就好了。你在讲我吗？你就不怕公司倒哦？我怕，我当然怕。那然后呢？你觉得我们有哪些立场是站不住脚？那倒没有。你带的亲人是不是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公司菜鸟，你这个上班喝什么酒啊？ 啤酒算酒啊！你口渴可以喝水，喝果汁都可以喝，什么酒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的人带回去我自己家。管好你的人！我们公司的保全用生命、用守护的极限，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。张硕，我来。 张硕，真是够义气！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兄弟。哎，你是我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忠诚，勤奋，勤奋，勇敢，勇敢，清白，清白。那我们就来庆祝矿男怨女俱乐部成立。干杯！敏丽最近有新的交往对象吗？二嫂。 我那个水龙头坏掉了，所以张部长说他有空去请他过来帮我修。对，就光谈恋爱不结婚啊？吴明丽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了一个人呢？坦白说，我真的很羡慕明丽，我羡慕她可以在工作上展现能力。吴明丽是吴明丽，你是你。我们这种人的尊严是要靠赢来的。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我这样到时候去你家，我才可以得到尊重。 金美满一楼，我刚发生小案。银楼老板除了希望警方能及早抓到强匪，对，信保全能永不负责。哎，这边，陈先生，妈的，让刑警全部敲了。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员工今天所知道，警方目前朝这个方向侦办，现在最重要是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快点！ 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的话，这些鼠辈早晚爬到我们头上。我不同意。保全不是警察单位，警察有公权力，我们没有。我们要把人带好，论旧责，我得扛。怎么样？你什么都自己扛，当自己是无敌铁金刚啊？ 10月24号晚上9点，开创者隆重登场。